今天费玉清呢、啊，到底要模仿什么人？咱连名也断。你这是啥子？这个上台了还 拿个卫生纸，这个像话吗？这个卫生纸不是为我准备的，我是为你准备的啊！哎呦，听了到底哇感动嘞！怎么样、啊？你怎么会有这种动机？观众朋友已经写信来了，这不是见不起操蛋呀？哦，很多观众写信来，哎呀，看你小弟会已经满头大汗的时候，那管位置变老乱了，地段，够无人该切的，看了就唔甘啊！这是虐待童工嘛？你算童工嘛？所以你模仿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帮你擦擦嘛。哎呀，实在是听你这样讲，那个观众个假关系，这个叫做舐犊情深呐、啊！不是手足情深呐、啊，舐犊情深并白干起来拍摄，是占你便宜万块。听到你讲观众安尼讲啊，嗯，既然你一定要个拼落去，哎呀，好好拼一下，是是是，哎，据观众来信的这个研究结果，是是，模仿到这个境界，已经这么多歌星模仿，有没有什么凭良心讲排出排行榜来？那当然有排行榜了，对不对？大部分观众还有很多人写信。哦，这每个人都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人。哎呦，那就是很多人了、啊。那、就是、其中统计结果、哦，最希望多看到的呢，高凌风先生。高凌风先生，哎呦，与其跟我常常在模仿他，我也知道动作稍微夸张。是是是是是，这个在动作中来把这个歌声呢、啊，这个是些许都有这个掩饰的这个效用。哎，因为一个人学一个人不可能百分之百。那当然。但是提到高凌风，那我可是有心。那讲到这个人，安那卖功。加紧的 tempo 的歌曲，慢歌我一样学的真的很像。好、哦，来听听看，听上听听看好不好？来一首慢歌，来一首，来一首，来来 来，哦，听看麦。眼镜，哈哈哈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故事。故事。这故事说的是我自己，多年以前我和一个女孩相遇，她不见得有多么美丽。哎，可以，哎，安娜，哎呀。不行吧、啊、学高凌风先生、啊、嗯那个架势还要加上他这个发音好像不、哎、跟一般人不太一样、啊、这就是他的特色。这个故事这是出了什么问题、啊、这个是好像是这个滋滋滋这个音、啊、有一点弄不太清楚。哎呦，对对对对对，但是这也是特色、啊。对，以前他有一首歌叫做《从此不寂寞》，从此不寂寞，啊，这就厉害了，哎。你也有研究吗？那当然，你要是请他吃饭的时候呢，你要说这个菜，请他尝一尝，啊，他还听不懂啊。哎呦，你要讲尝一尝，高大哥，请你赏一赏，赏。差太远了吧？模仿他就你这德行就能模仿他吗？啊、太干了一点吧。我说单枪匹马，高大哥那可是他什么时候？你看他是不是任何场合出现，哎、一定都有啊，旁边都有，不是美女就是帅哥的。哎呀，这是舞台上也是从来没有寂寞放单一个人。哎，所以像你刚刚这样模仿的，哎、只模仿他的精髓的这30%而已。啊、哦，发音蠢一点。我特别精髓，对，我特别啊，又请到了这个。征求两位啊！哎呀，那也是模仿他的和音天使是惟妙惟肖的。哟，还有人模仿和音天使的？开玩笑！哎呀，快请出来，快请出来！我们先，我帮你配上两位之后，啊、相信您再模仿高凌风会更像、哦，就更像。那当然了，那好，快来来来，我们欢迎来蓝凤凰，哎，哎呀，蓝凤凰、啊，模仿蓝凤凰，啊、哎，来来来来。哎呦，哎呀，两位好，两位好，是是是，看到没有，一模一样，那就是特。哎、哦，小姐贵姓啊？姓屈。你呢？嗯，我也姓屈，我们是姐妹。哎呦，这个巧了，蓝凤凰也是姐妹，对，他们也是姐妹，他们讲话口音都在学蓝凤凰他们。哦，哎，那你们真正是哪里人呢？我们真正是云南人。哎，也是云南来的、啊。哎呦，这个巧了，哎，这是就巧了，这云南专门出凤凰的。哎，这是不容易啊！啊，那好，那费玉清模仿高凌风、嗯，你们俩模仿蓝凤凰姐妹啊、哦！再来一首歌来，好，来首歌来，来来，嗯，哎，想必两位也蛮喜欢高凌风的歌曲，哎，那么我们就来挑一首《忍耐》，好不好？忍耐，好不好？哎，忍耐，来来来来。忍耐，忍耐，你要忍耐，你要
忍耐，忍耐，忍耐，追求幸福你要学习忍耐，忍耐，忍耐，追求幸福你要学习忍耐，朋友听我的忠言，朋友听我的规劝，忍一时去明白自由，幸福藏在你左右，忍耐，追求幸福要忍耐。哎呦，来来，擦擦汗，擦擦汗，擦擦汗，来来来，哎呀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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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擦汗擦到那里去了，那几个人真是，哎呀，你们两个模仿的太像了，太过瘾太过瘾，真是过瘾，哎呀，绝对比一个人干唱过瘾，哎呀，哎呀，谢谢两位凤凰真是太像了，哎，阿娜，呆鸡多屌，那个有什么事情吗？是什么有什么事情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模仿歌星，歌星都不很放心。哎呦，上个礼拜比利就亲自到现场来监看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心态呢？模仿踢馆的心态。踢馆，你像你今天这样的模仿，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啊、这发生什么？高大侠已经亲自到了我们现场来了。虾米？哎，这马上要印证一下，掌声欢迎高凌风先生。高凌风先生。你们两个人老板都不认识了他们两个是真的是蓝凤凰，真的是蓝凤凰、哎、你们这跑来，对不是，我刚刚一看说哎呦，真的有两个女的还跟蓝凤凰有点像，仔细一看也是云南的呀，也是云南的呀，我才发现啊，原来两位呢，因为这个费玉清这个表演的太好，哎呦，他们已经呢这个叫做两寝择木而栖啊，嗨呀，他们可能已经跟费玉清这个已经择木了，哎呀，我街头巷尾常常听到朋友谈起龙兄虎弟，哎呦，特别谈到这个模仿这个单元，使我深深有一个感觉，这个龙兄虎弟能够有高收视率啊，的确是费玉清的功劳不小，时间重了也大概，晚上家里面煮了一些豌豆粉，您要不要来赏一赏？其实呢，当然能够费玉清能够表演的好呢，那主要是你在旁边陪衬的好，哎呀，还是陪衬而已、啊。先生讲话就不知道了，这个他这种是属于这个九官鸟啊，他是九官鸟，这个九官鸟转世啊，所以在这个单元当然我就暗淡无光了。这样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他们这个会模仿的人还跟这个拉着每一个艺人几乎啊，他都是跟上一辈子姻缘有关系。当然了，我也是有这个感觉。你我就觉得他哈、啊，他是哪里转世？什么转世啊？他是人缘转世。人缘？我只怎么研究这样？那照你这样讲，你是真是九官鸟转世了？这个也不能说九官鸟，我觉得我是二郎神转世。你还能出名牌啊你？那您看高大哥是？哎呀，这个既然您问到了，那就小弟就直言了。没有关系。您是青蛙转世。哎，怎么讲？这好听一点。说错话了。这当着人家面前什么青蛙转世？我这个人呢也是快人快语。对对。他讲话太含蓄了。嗯。我觉得你是蟾蜍转世。哎呀，青蛙多俗的字眼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讲话就听起来让人舒服多了，看到没有？但是你这个讲到这个蟾蜍，我觉得你还是抓不到重点。哎呦，你们这个当着一个人讲任何事情的时候，要让人家听得真正高兴。这个青蛙跟蟾蜍都不足以代表我，不足以代表你。您是？我是癞蛤蟆。怎么会变？这样自己？那这么说，他们两个还是天鹅转世了？那我还想吃天鹅肉。你们这个不能转个弯再骂人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凭良心讲，我今天来是有任务的。有任务的。除了赞美你们的节目模仿不错以外，顺便给你们一点指教。哎呦那真是啊，难得有这机会啊。还但请这个但说无妨。对，我觉得模仿啊，除了你们要把那个味道做出来，最主要呢，像与不像
这个在层次上是有区分的。哦，三分像也是像，哎呦，七分像也是像。那您的意思是他模仿你不像？他模仿我呢是还不错。哎呦，但是他前面模仿的一些人呢，哎呀，我觉得代表观众，哎，对他有点意见。我觉得他很多地方也不过就是个六分像。哎呦，六分像，嗯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来了一个九分像的。哎呀，哎，这是不容易。高大哥要露一手了，有看头了。哎，您是说觉得他模仿哪一个人不像？对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是是是，所以我今天呢只能随便挑一个来模仿。本来你是要从头指教到尾的，那我想就挑一个就好。您要挑的是？但这个人呢，说起来呢，是我干儿子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哎，所以我模仿他比较没有关系。是的，是的，是干儿子，这位是。我是凌峰，凌峰的凌，凌峰的峰，在香港一带，也许成龙、周润发比我知名度都高，但是如果你到非洲去看一下，我凌峰跟他们也是并驾齐驱。哎呀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成龙他们都在夜总会表演，我凌峰都是在动物园表演。哎，花香大姐，哎呦，哎呀。哦，这个神情，看过林峰下音乐，哎呦哎呦，要还有歌曲要唱。才知道什么叫深藏不露啊！哎呀，哎，欧阳吉平了，下下下，因为他这种走路很难走回台上。但是他这个腿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这个伤脑筋啊，不简单呐。嗯，这样子也能够长大成人。你中间可以过一列观光号火车了，这不简单了。哎呀，有一次我到他家去吃饭呢。哎，我本来看这个腿没什么了不起啊，我们一起到菜市场去买菜。嗯，后来发现他回去不简单，哎，买一个西瓜往这一摆就回家了。你良心讲，真的像。那林峰先生这个费玉清是学他的歌声呐，那真的讲动作的话，那高林峰先生更像。哎呀，真是真像，你观察的角度又跟我们不一样。真的，哎呀，你是他专门观察人家的下盘呐，这是不容易啊。哎，真的是的。我今天来这里，我想讲这个单元呢，我们来这里啊，开心一下很重要啊。这个也希望这个林峰不要介意。哎，是是是，现在哈子高林峰这个人啊，哈子这个人啊。已经面面俱到了，表演完还会给他收回来，对不对？虽然已经伤害得很厉害了，他以为这一句就可以收回来，收不回来，收不回来的。哎，那么接下来就是要两位来印证一下，印证什么啊？
那要好好唱一首高凌风的歌曲啊。哦，那两个人比较一下。是是，今天您来到现场是千载难逢。哎，咱们就来挑首歌曲吧。你刚刚已经唱两首，你还能唱吗？哎呀，我碰到您格外的带劲儿啊。好啊，来吧，什么歌？就那首泡菜吧。泡菜，有请。来来来。就要在这一个地方吧，不算。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伙把它给扣开。我就是小泡菜，就是小泡菜，就是小泡菜，就是小泡菜。人都喜爱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泡菜，泡菜，不是什么大菜。泡菜，泡菜，只是一盘小菜。泡菜，泡菜，不是什么大菜。泡菜，泡菜。真正是拄着两个笑的哈，无简单，哎呀，太棒了！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盯住我们的名人名曲模仿大赛，耶！